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童梦石，在《一念时光》中饰演宫欧。宫欧，他肯定是一个霸道总裁，然后，外表很霸道，内心很纯真，有一些孩子气，然后对待感情很专一，眼里容得一丝沙子。都有精神洁癖吧，会加滤镜。我看上你女儿眼光好，谁有时间谁行。现在这个社会的人会说所有事情都让你平淡，我觉得太大男子主义了。可以啊，一起去啊。真的只要你足够真诚的话，没有什么问题是可爱，然后性格好，身高有要求，有要求。